大家好，时间通通呢、这个，今日系呢个9月5号咯，系咁下低即系啊，走到我哋啊8月初10啦，好快又到中秋节啦，系咁我做啥乜嘢呢？我望翻个风景，系啦，静心呢、这个观，好似讲个观音观物有妙处，系咁呢边我写乜嘢？我写啊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啦，系啦，世界阔大，有小世界、大世界啦，嗬，系咁啊，人生啊，讲百态即系千万态都系，系咁，你忍人个生活环境啦，我肯画耍嗰啲嘢，我画好耐啦，嗰张都系啊，几多年代啦，2016系个靓年，我哋去越南氹亲人。系咁嗰阵，我试做乜嘢呢？嗰幅画系我模仿嗰只噶，嗰本书画嚟噶，有另外一本画仔，我都中意嗰啲色噶嗬，系啦，嗰啲系啊，似我哋啊中国嗰啲啊山水画啦，我加啲绿色、蓝色，冇系黑白装。系咁，我想唱个首歌。唱啊，唔使配音，我唱玩好，试唱快啦嗬，做嗰啲小艇仔耍啊，系啦，中秋节唱啦，但愿人长久，但愿人长久啊，做人是这样啦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却为空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时在人间？转朔歌低舞照不应缘，只是长相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世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系啦，唱玩系咁。大家保重啦，预祝呢个中秋节快乐啦，系咁啦，超耐啦，锡锡哈。